Hello，朋友们好，我是依依料理，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收看依依的免费 YouTube 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木瓜糖水，其中呢，这个食材呢就有木瓜一个啦，然后有大花豆，30克，接着呢就有薏米呢也是20克，这样就行的了。然后呢，我准备了1.5公升的水，用养生壶来煲的。把这些食材全部清洗处理好之后呢，放在养生壶里面。然后呢，因为有养生壶里面有一个嘎渣的，我就叫薏米来放进那个嘎渣的里面。然后煲上差不多1个小时，这个糖水就煲好到了。如果喜欢呢，多一点糖的，就放一点片糖或者冰糖都可以的。因为呢，我不喜欢吃太甜的，我就没有放糖，因为木瓜已经很甜的了。然后大花豆呢也有点甜味的，就是说煲出来很好喝。这个汤水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木瓜呢对那个脾胃是很好的，然后还可以润肠，喝了之后就非常的通便的。它还有养颜的好处。大花豆呢有祛湿去水肿，薏米呢有利尿的好处。总之这个汤水呢又简单又方便呢，煲起来也非常的快。大人小孩都可以喝，然后呢，它还，大花豆呢还有补血的好处，就是说，总之这个汤水呢，就是说对身体是很好的。大家也知道，依依呢每天都要上班呢，然后还要经常去想一下要做一些什么样好的汤水分享给大家呢。依依呢在做视频真的是非常的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视频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帮依依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留言哦。你们的每次的支持对依依是非常大的鼓励，谢谢大家。